我刚花了一些时间画这个昨天最后的图啊，因为为了要讲解这个驻坡，所以我又画了一次。那么，如果这样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白色的坡是向右，然后黄色的坡是向左。那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看这一点，如果是一条绳子，它这一点受到两个坡，黄色的是想要让它向上的，而白色的是想要让它向下，它抵消了，抵消，所以最后它应该会是那一点会是平的。那这里当然，这里的话，这一个点也本来就是平的嘛，这一个点本来就是黄色也是零，然后白色也是零，所以这点也是平，没有上下。然后这里也是啊，这里是白色想要向上，然后黄色想要向下，所以这里也是零，意思就是说这一点一直维持零，一直都是维持不动，那这个两个坡相向而行，形成驻坡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不动的点，叫做节点。那相对的来说呢，就会有动得很厉害的点，像是这个。这一点的话，它是黄色，白色也要向下。然后黄色也要向下，所以两倍向下，两倍向下以后，它变成了到这边，到这边，对。那这里的话更加的向下，这个是白色也要向下，黄色也要向下。那两倍向下，所以最后变成了到这里。那这一点的话是也是黄色向下，白色向下，所以它也是。对，应该没画错啊，它也是到这边，所以这个合成的波形，这里是零，然后这里是最大，那它画出来会是长这样子，这一点跟这一点会一样，都是节点。那这里的话，它是两倍啊，变两倍大，所以它会是这样的波形。然后这一点它是变成跟这个很类似。变这样子，那我应该还要再画一张图。在下一个阶段呢，它会是变成这个白色再继续往右。然后黄色再继续往左，
变成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一点哦，这一点接下来应该是白色会到，最白色的坡峰会过去吧，啊，所以我们要画的应该是这个位置。好，那再下一个，再下一个阶段。哎，不对，我刚刚这个过来，这应该就要过来，啊，所以我刚刚上一个这个画错了，就是我们白色的这个过来了，然后黄色的这个过来，它应该这两个点会交于同一点啊，我刚刚画错了，那我画在这里好了，接下来它变成这样子。然后，会变成这样，从一二三，然后最后变成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坡峰它会过去。过去以后是我们这条线应该在下一个瞬间是白色的坡峰，然后黄色的会到坡谷，所以它是这样，会是这一点。那这一点的话就会是白色想要向上，然后黄色想要向下，它就抵消。然后我们刚刚的。正中间的这个跟它隔两格的这个负点，它这时候也都是零，所以这时候整个坡形呢就是平的。所以这几张图总共有四张。总共四张图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两个点都不动，左右的点哈，一直都是维持不动。这两左右的点一直都是维持不动，然后正中间的这个点它下，然后又回到零，然后等一下它会上，再回到零。那这个就是负点。所以驻坡它就会产生看起来停驻在原地，停驻在原地不动，它没有往左右前进，它只有在原地这样动，它坡形只有在原地这样动，这个叫负点。然后红色的左右这两个叫节点。那我们
重新画一次，就是要跟各位介绍说，驻坡它会产生负点和节点这样子，而且它的坡形就是会这样子不断的变化。如果你只看这个框框内的，它就是会红色的是它们的合成坡，会往下再更下去再往上，然后最后回到那样子，然后再继续。那我们在高三学的是，它会遵守什么样的数学规律？如果今天有一条弦哦，弦上的驻坡条件，或是绳子，假如说这个弦哦，就是像弹吉他的弦，长度，哎呦，那。它并不是所有的频率都会形成驻坡，它必须要满足，它可以这样叠起来，然后形成一个驻坡的模样。哦，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条件其实是只有特定的频率才可以形成驻坡。那我们画出来的话，就会是像这样子。第一个是两边都固定的，就像那个吉他，两边都固定的。那它的振动呢，最低的频率是这样。这两个就是节点，然后中间就是负点，那节点就不动，它其实是有点像一个坡过来反弹，那那个反弹的坡跟下一个坡叠在一起，假如说这里有一个震荡，一直震，它就有一个坡一直传过来，那有一个这个坡下一个坡它是长这样，可是这个。一号坡撞到墙以后，它变成一号 prime，然后反过来，然后二号跟一号 prime 就会叠起来。这一号先过来，二号再过来。可是，一号过来的时候，一号反弹，然后二号过来的时候，刚好跟一号反弹的撞在一起，然后它就可以形成叠加。那如果叠加刚好，符合条件，它就可以变成驻坡。所以这个如果总共的长度是 L，像这样的话是一种驻坡的情况，可是它还可以有别种情况的驻坡。那原理都跟刚刚一样，就是它在。类似哈，在这两个墙之间反射这样子，然后反射坡跟入射坡叠加，这是第二个，然后还可以以此类推，你就可以找出它的规律。哦，这样子。那总共是 L 的话，像这一个这样有破风波谷才算是一个波长，所以像它这个第二个情况，它的长度弦长跟波长的关系就是 L 等于 lambda。那第一个是只有一半的波长，所以这个是 L 等于二分之 lambda。那这两个波长不一样嘛，不同情况。所以第二个情况我们写 lambda two，第一个情况写 lambda one，那第三个情况就会是半波长，半波长是这样子一个这种眼睛的形状，然后两个半波长，三个半波长，第三个情况是二分之三，然后 lambda 第三个波长。
那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它的规律就是半坡长的整数倍，一个半坡长，两个半坡长，三个半坡长，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是一个二分之 lambda，然后这个是两个二分之 lambda，这个是三个二分之 lambda。所以你就可以找出一个通式，叫做 L 等于 n 倍的二分之 lambda，然后这个 n 是一二三点点点。啊，进一步呢，你可以把 lambda 哦写到左边，写成 2L 除以 n。那我们前面介绍说，波长跟波速以及频率的关系，就是 v 等于 lambda f，波速 v 等于 lambda f。那我们把 f 除过来，就变这样。那这么一来，你就可以找出 f，它其实就是 f 移过来，然后 2l 移过来，n 移上去，f 就是 2l 分之 nv。然后 n 等于一二三四点点点，这个就是驻波的条件，它不是所有的频率都可以形成驻波，它是有特定的频率的。那这个 l 就是你的弦的长度，然后这个 v 呢，之前介绍过，弦上的波速呢是由张力跟线密度来决定的。所以，吉他的弦绷得越紧，吉他的弦绷得越紧，这个张力越大的话，波速也会越快。波速越快的话，这个 v 上升的话，频率就会高。所以你弦绷紧的话，这个频率是高的。还有一边不固定的，一边不固定，不过它的原理都差不多啦。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吗？如果可以，请你回应一下。我们等黑板干掉一下。这个是两端固定的情况。这个黑板干得有点慢。好，差不多了。那如果是一端自由，或是只有一端固定，
一样意思啊，就是有一端是自由端的话，它的绳子，比如说它就套在那个，套在一个杆子上。然后它可以这样上上下下的甩，那这个叫这边是自由端，这边还是固定。那它形成柱坡的话，就是这边是节点，这边是负点。这是第一种柱坡。啊，这是第二种情况。啊，这是第三种。好，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也可以找出它的规律。那它的规律就会是这个是刚刚的一半，这个如果是二分之一个坡场，这样算是整个坡场，这是二分之一个坡场。那你再切一半的话，就是四分之一。所以这里它的条件其实是 L 等于四分之一 lambda 1。那这个的话是，这切一半，那你可以把它看成这里也各一半，这一二三，所以是四分之三。那这里的话就是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所以是五个，所以是 L 等于四分之五。那这个就可以也是写成通式，它可以写成 L 就等于 n 倍的四分之 lambda，然后这个 n 呢，它是135，那一样我们把 lambda 写下来，得到lambda 留在一边。其他的丢到另外一边，变成 4L 除以 m，lambda 就 4L 除以 m，然后它也会等于波数啊，去除上频率，所以这么一来，你就可以得到跟刚刚类似的啊，频率就会是 f 上来 4L 下去。变成 4L 分之 nV，然后 n 是13579。好，所以这个是两个情况，一端自由以及两端固定的柱坡条件。那么它有名称的，它有名称。不过我出的题目好像没有需要介绍它的名称，那我们就不要介绍了。不是说下午的那个题目。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再介绍一些共鸣或共振。共鸣哦，可能要擦掉一些版面。哦，可能要擦掉这里，可能要擦掉这里。老师有录影，所以如果你来不及抄下来，就可以等录影。
这个有点像跷跷板，但是不全然一样，但是有点类似。就是说，你跷跷板呢，那个它有自己本身那个来回的频率啊。那你要让它越荡越高，你的推的力量就要去符合那个频率。那所以你不能说一直推一直推，它要回来了你还推，那它反而会慢下来。比如说跷跷板，哎，不是跷跷板，荡秋千啊，荡秋千。我刚刚一直讲跷跷板，荡秋千啊，荡秋千是不是那个荡过去回来你再推才会有用？如果你去抵抗它回来，你不要你它是要荡回来，你去推它，它反而回不来。它应该是要回来以后再出去的时候你再去推，那你推的频率，你就要配合荡秋千的频率。那有点类似这样子。如果说我们的驻坡是由长度以及坡速来决定说哪些频率可以形成驻坡，那如果我知道的那个频率以后，我就用那个频率去推它，那它就会一直一直有驻坡。那一直一直有驻坡的时候，这些点是不动的，中间的这些点是不动，节点不动，可是中间这个会越来越大。负点会越来越大，所以它有可能就会断掉这样子。这样就叫做共振。我想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各位有没有在专心听啊？就是老师刚刚一开始举例举错了，然后那个游乐器材叫什么？第一个举错的例子。好，那么我们的乐器，或是说任何一个物体，或是说桌子、椅子这种东西，其实所有的物体它有它自己的尺寸，就是所谓的 L，L 不一定是长度而已，它也可以是宽度、高度，然后它有自己的特性，它的坡速由介质所决定，介质就是木头、水或是钢铁，弦可能是用铁做的。线它本身有它的线密度和张力的公式，会决定它的波速。那这些都是物质的性质，然后还有它的尺寸，会决定哪些频率可以产生驻波。那你随便去给它动一下哦，你的那个动其实不是用它的频率去推它。比如说我真的去。用敲，我真的去弹一个弦，弹吉他的弦，我弹一下而已，我又不是跟着它的驻坡频率在那边动。对，我不是说那个，比如说中央哆好像是440赫兹嘛，然后我不是每秒440赫兹在弹那个弦，它才会动。我是弹下去以后，它其实我弹一下可能就是我用每秒1赫兹这样弹，可是它最后呢，会其他不符合驻坡频率的，最后都会消失掉。最后只有那个最强的，会形成驻坡的频率才会留下来。所以这就是物体那个乐器的原理。常常你会看到那个管子的长度可以决定那个乐器发出的声音。就是因为共振。那各位也有听说过空气管，就像笛子啊、长笛啊这样的共振啊。空气柱的共振，那它也是分两种啊，一个是两端开口，
就是像长笛或笛子这种。那它的，我举两个例子就好了，因为位置不够。两端开口的话，它的里面的声波的形状可以用这样来表示。既然是开口，这应该要画开。两端开口的话，它内部的声音，它的疏密波，它并不是横波了，它变成是纵波，但是它的疏密程度可以用这样来表示。那这里是它的负点，这里是它的节点，这里是负点。那第二个情况就是。是这样子，哦，这个是两端开口的乐器，它的空气柱的共振的情况。那你应该也可以找出它的公式。其实这个它就像这个，它就像这个，因为你这里两边切一半，然后把左半边移到右半边，就会拼成那样。我把这一块移过来，那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你把这一块移过来，是不是就变这样？这块移过来，那所以其实这一个的公式就是它。我就是最右边的，然后如果是这一个的话也是啊，你如果把这一块移过来，把这块移过来，那整个就是它，所以没有新的公式，这个两端开口的空气柱，它的公式跟绳子的两端固定的公式一样。那类似的，如果是空气柱，乐器也有一种像喇叭的，它其实是没有两端开口，它只有一边开口而已。那这种叫做，我这里为什么写二？这应该是一，啊，二是。一端封闭，或是一端自由，一端开口，一端封闭，都一样。那一端封闭的话，它第一个波形是长这样。然后第二个波形是，第二个波形是长这样，那一样啊，一样也是最右边的这个啊，最左边的这个，第一个就是它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第二个就是它，所以空气柱的共振公式跟这个神波的就其实是一样，其实各式各样的物体它的共振都是这样，都是你就画这个图出来，它们都是共通的，只要是物体的尺寸还有它的波数已经决定了。
那剩下的就是它会满，它只有满足，只有一些频率会满足它的共振条件。好，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下惠更斯原理啊。说不定来不及啊，那来不及的话，也请你就自己翻书了。首先要介绍什么是波钳呢？波钳就是如果有一个海波浪，就是水，就是波浪啊，去海边的波浪。那如果我们把波峰都连一起，这样子连线就可以叫做波钳。那你也可以把波谷连一起，波谷连一起，这个也叫做波浅。基本上就是波峰，很多个波连线，很多个波，然后它们是并排的，然后你把它们的波峰连在一起，你就会看出它的波形，波的形状。那个就叫做波钳，然后波钳一定会跟运动方向、它的行进方向垂直。好，那最后呢，我们介绍惠更斯原理。惠更斯原理呢，要先把它的文字哈写出来。他说，意思是说呢，波钳上的每一个点啊，可以视为新的波源。可视为新的点波源，然后这些点波源它放出的波生成子波，然后这些子波呢互相的叠加，就会叠加成新的波浅。
它可以用来解释，绕射。那首先呢，这是一个坡浅，坡浅 S，坡浅 S。然后我们上面每一个点呢，视为一个点坡眼，让它放出圆形的子坡。那这些子坡互相叠加，叠加以后，它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坡浅。这个就是 S prime，这样。那这个子坡是无限多个哦，所以它会的确会叠成一条直线。这个放出的坡，然后叠成一个直线，它可以用来解释绕射。如果今天有这个坡哈，经过一个狭缝，那这个坡经到这个狭缝的时候呢，这上面的每一个点呢，就可以看成是新的点坡源。那这个点坡源就放出圆形坡。我放出圆形坡以后，这个圆形坡它就会有向外扩散的那个现象，向外扩散，所以变成说后来的坡形就会扩散开。所以它可以解释绕射。用惠更斯原理，它可以用来解释说，为什么坡它经过一个障碍物以后，它不是走直线，而是会有点歪掉，有点扩散开。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用惠更斯原理来解释它。好，那还没有跟老师打招呼的，记得要打招呼。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